有个联盟线人会在船边跟我们会面，我们会比军队早一步提供协助。然后不能惊动葛雷麦恩国王，他可是出了名的讨厌被遗忘者，要小心，场面会十分紧张。很高兴见到你，我认为可以信任你。我以性命担保，他是可以信任的人。药水能解决任何问题。在外头要小心。泰斯，有什么情报吗？我才想问你呢，你是专家啊。基尔尼斯人被血色十字军所知甚少。他们有段时间曾与天谴军团对抗，但狂热最终蒙蔽了他们的双眼。他们现在把每个人视为必须接受圣光进化的怪物，加以消灭。啊，你来了，太好了。你好，勇士，时时保持戒备。英雄，长保一瑟莱斯丁，去找那个被遗忘者，告诉他们多加留意我们的信号。勇士，祝你好运，请保护泰斯。需要匕首吗？我有多大一些？谢谢，永远不会嫌多。需要毒药吗？也不赖，反正伤不了我。莉莉安，你真的没关系吗？毕竟你曾是血色十字军的一员。那些人对我来说不重要，从我死去的那一刻起就跟他们毫无瓜葛了。不过谢谢你的关心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在外头要小心，任务必须提供足够的掩护，部队才能轻松进入。动身吧。我的刀刃永远锋利，我会在暗中跟随两位，若需要帮忙的话就跟我说。为了吉尔尼斯，保重。我们来好好利用那些炸弹，我知道该放在哪里。我活在阴影之中。我的王国不欢迎你们。污秽的异端分子，你们不该出现在人类的领土上。愿你们在来世悟出圣光的真理。
绝不会向你们这些怪物屈服。圣光会净化你们在世上造成的污点。你才是真正的怪物。我们办到了，都结束了。没错，为守承诺，被遗忘者会离开此地，这片土地是你们的，也应当如此。没错，应当如此。泰斯，到外头找我，我有事想跟你讨论。你又想到李母了，对不对？哼，你每次都能看穿我的心思。在我们失去李母之后，你一直没有走出来。啊，泰斯，我……父亲，我都知道。你总是在逃避面对伤痛。所以你当初决定建造高墙，而且处处照顾着安都因。但是我一直都在，都是为了你，只是你从来都没发现。我知道，然后我很抱歉。泰斯，世界一直在变，就算我用尽全力，还是很难跟上变化。但女儿啊，你已经在无数次机会中证明了自己。这个王国就交给你了。父亲，我是因为你，吉尔尼斯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。这句话我早该说出口，而且要天天说。真希望我可以带走你的伤痛。亲爱的，这只有时间能办到，但现在有时间了。感谢你。在外头要小心。父亲，你不留下来庆祝吗？我会的，但我得先去拜访某个人。我知道。我们都有各自的责任。
谢谢你的协助。我知道要你帮助吉尔尼斯人是个很过分的要求。我只希望泰斯能够证明自己比他的父亲更擅长外交。我很了解他的为人，比起出身来历，他更在乎一个人的所作所为。但是，我想我们先给吉尔尼斯人一点时间，让他们好好欢庆回归家园的这一天吧。正如同他们不久前同意被遗忘者所做的一样，我们也信守了诺言。现在，我们是时候该返回家园了。